大家好，我是杨玛丽，做自媒体三年了，这呢是第一次去邀参加活动，大家跟着我一起去看看都是什么活动呢。现在我们已经出的路上了，到目的地了，朋友们，这附近山友太大了，来的时候拿了一个伞，伞还不顾了，刚才要放跑过去买了一个伞。我们隔壁镇国王镇了，今天过来参加。这是国王镇。国王镇。今天过来参加活动，过去看一下。在旁边他们在卖啥东西啊，老公？但是有很多公司嘛，还有厂家。介绍自己的产品。今天下游的人不是很多，而且这个摆摊卖东西的人挺多的。到了，过去签到，然后签到了。签到。来几个人？来三个人啊！来杨玛丽啊！把这放在这，杨玛丽啊！然后下午我们这儿有一个晚会的，如果你们要参加可以来。项目。晚上。你的券，然后等会还要说上台领奖。上台？还要上台吗？等一下上台的话你去啊，你去吗？我不懂你的名字，我叫杨玛丽。啊，你是我老公，你替我上去就行了，好吧？我让你上去，我不去，好吧？行不行？行。今天上游太大了，不太方便。哦，就是。他们就把那个把那收拾了。对，早上应该摆好的，现在又收拾了。咱们，现在这都是我们所盖的。好嘞，我摇了。好嘞，我摇，等等啊。太漂亮了。啥可以啊？太多了，看了都想吃。可以吃吗？可以哦。咱们啊，吃红薯，吃红薯。人还是挺多的，挤不到里面去。放下。你想吃吗？我再要一个。红薯条。三个红薯条。上头盘夹。好吃，多吃点。哦，还做不？会。你说你会不会做那个红薯条啊？会啊，那咋不会做？是吧？那回家做了给他吃。行，可以。演出和文艺表演将率先的走上舞台。第三届红薯节启动仪式，感谢各位领导、各位嘉宾、各位媒体。专家团聘书，有请刘明慧、朱一斌老师上台领取证书。给你的证书。哇！玛丽。啊？现在领完奖去，他有给他这个票，拿着票去领红薯。领红薯？在哪里领的？前面。在前面啊，行。
不是好像我一几遍了。这边是拿好家教你给他炒那个红薯薯条。有，可以。中午他们还管饭了，臊子面。臊子面。哦。那行，那你俩去吃面吧。吃面，有面，臊子面。哦，可以。看看坐在哪里。我睡着了。哦。都写的啥呀？我就认识一个老外，是中国老公，这个是用手写的啊，手写的。哦，啊，这个都说的啥？我看，荣誉证书为进一步宣传国王红薯产业，提升西部薯乡影响力，助力红薯销售，决定授予老外媳妇中国老公为国王红薯产品助农大使。特颁此证以资鼓励。哦，意思就是助农的意思，对吧？啊，对，主要助农卖红薯。哎，好开心啊！过来挑我卖的盘子装饰好之后，你给我那个地方放我的奖杯吧。啊，可以，你奖杯也不少了，是吧？对呀、啊，有五六个了吧？啊。阿杜。哇！穿你姐的鞋啊？穿你姐姐的吗？对呀、啊，你看。好多多，我去参加那个活动，拿到这个奖，众龙大使。保罗明白货嘛、嗯？拿到这个很开心，说给爸爸妈妈看一下。妈妈，你给你看一下。这个还认识不？哎，这书。哇，妈挺厉害。嗯这是啥？这就是今天我去参加活动、拿到这个奖。行，爸爸，你看看，看我拿到了。这个是我们一直在外跑的，卖猕猴桃、红薯，卖那些农产品的，得到众龙大使的称号。嗯，好的。弟弟一回来就给家里打电话说姐姐得奖了。是啊，要给他们看一下这个的。娘。等等哎，别摸哎，那打了好像摸过来的，别还来碰灯呢。啊，今天好高啊！碰灯了姐，好多钟头哈。你说好点，好不？好多钟头哈。你说好点。好了，你说好点。二八人摸了就要高，那当然等了哈。我来老高张高姐，让先考嘛要来呢。哦，有些特别火了，肯定啊。不跟你啊。今天拿到这个荣誉证书真的很开心，感谢这个平台，感谢粉丝家人们的支持，谢谢大家。今天呢视频就分享到这了，感谢点赞和关注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